等一下有安排一位，就是他想本来就是一位安宁疗护的一个护理专家，那现在他的志业他是要去推行，以他的专业来推行在家临终。我刚刚有简单介绍我们的王玉护理长，那可以由你来提问。对，两只麦克风，等一下你要回答、啊，是你要回答的吧？不过我刚刚听到那个组织的报道，就是公民记者联合报道，我觉得这个概念很好哈。也许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写，我都一直想说，我应该要找熟领来帮忙。不过想到自己写，应该也是可行啦。因为我以前常在《民生报》那个南丁格尔专栏投稿，他很会写，所以只是太久没写了。那Facebook 是一个管道嘛，因为我都还没有在 Facebook 上发表这样的讯息，这个讯息一直是我在酝酿，然后我一直想我要怎么做，所以我一直在寻求各界的帮忙。我其实礼拜四才要开第一次的会议，因为找苏玲帮忙。那个部分你要不要先讲一下说，这边公民智库的部分将来可以做怎么样的协助？其实先讲到本身就好了。其实我还不懂怎么放上去。是这样啦，我以前在医院工作，然后在医院就发现一些医疗的不足的盲点，比如说一个人要他在医院住一段时间要回家，甚至可能最后会在家往生，但是他又害怕不敢回去。那回去是因为大家都没有这样的经验嘛，所以害怕。那如果我们有人可以去家里陪伴他，这个陪伴不一定是医疗专业人员，就是我们需要大量的志工，我们训练他，然后他可以做一些比较简单的陪伴的工作。但是后面当然有我们这群专业的督导啦，我的目标就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发现很多丧亲的家属在丧亲以后都走不出他那个忧伤的情绪，所以这一群人也是急需要帮忙。那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 people， 就是陪伴他，让他说，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那我们准备7月26号开始开志工的培训课程，可是目前我不晓得要怎么样去广泛这个讯息，让大家知道来上这个课。因为我们在有一个学院叫做大悲学院，我们利用那个场地要上课，可是报名到现在为止人数很少，所以才开始着急。苏玲，你的工作了，脸书了，脸书是最好的现场。你说的是很着急，还是要召集？着急。那所以说，其实今天就是其实借由庄老师的名气啦，然后呢，让大家可以有不同的领域，不管你是本身是公民记者，或是在各个不同的公益领域上在奋斗的领头羊们，那今天是一个媒合的机会。好，那所以说长荣姐姐，像那个我们王玉护长，事实上因为他当初找我的时候，我是想说，我答应那么快，他会很惊讶，就是他说不会啊，因为问我什么，我一定都说好。对，然后呢，这个部分就是可以连接到我们公民智库的那个部分，就是说，其实第一个他消息的传播，因为毕竟王玉护长他加Facebook 的人并不多，对，然后呢，明凯大哥很聪明的一点，他会把讯息贴到庄老师的 Facebook 就好了，那里有5000人啊，是不是？好。然后在他家门口摆地摊。对，你还要进大厅嘞。OK， 那就是说这么好的一个公益的讯息哦，那就是我们筹备会之后，如果我现在也是讲我们媒体的那个运用的过程，就是如果我帮他，因为我会帮你写一篇报道，就贴在心头壳。那因为我其实写的东西是就是比较故事性的，对新闻性的那个专业的部分，每次那个庄老师也会改。对，然后呢，如果庄老师觉得你这一篇公民报道有新闻性，他就去发新闻了。好，对，我礼拜四会写。好，我知道。好，他就发新闻了。发新闻之后，因为这个东西跟环资都不上边嘛，对不对？所以彭老师绝对不会跟我们搞啊，那只有靠心头壳。所以为什么红鸟要有很多的赞 ？OK， 那心头壳，哇，他觉得这个有新闻性。好，他真的发新闻，发新闻之后，心头壳的新闻就有机会在雅虎露出。好，那我们现在可能要先想一下，我们召集来的职工，我们需要有一些，因为人太多了，可能排到总统府去了，那我们就要一些筛检的条件。
那原来新闻的运作会这样啊，所以说那个刚刚冯佳老师，我再简单解一下，因为我很爱写笔记啦，所以他其实在讲说，哎，我的那个公民记者笔记，它将来是会变成教材的那个部分。那所以我刚简单讲一下他的笔记，就是说，那个就是公民智库的运作是从最早开始，目前刚刚举手有说我是公民记者的，啊，那个以后继续当公民记者。那现场等一下，因为我们的目标是等一下出门的时候，大家都会告诉自己，哈，我就是公民记者，好，慧芬，好，那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当公民记者。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当公民记者，将来我们的平台会帮你训练，好，然后就可以用那个教材，那也是推销了，哈，那个教材 ，OK， 然后就全程开始办训练了，训练大家就开始写了，写了就要有地方发表，好。那平台也许是一个 也要一个发表的地方。那同时如果你的类型又是环资，麻烦投给环资，好，他只要挂你特约记者就不会有稿费，所以他也不会有压力，好不好？ OK， 那像我，因为我的性质是在医院上班，所以我可以去投台北市医师工会，好，那个那边就有稿费了，所以公民记者稿费，对，除了稿费还有出席费啦，其实还是可以赚一点点钱啦，好。OK， 然后将来这些资料，好，那比如说刚刚我一讲王玉护长是安宁疗护的专家，马上就排队了，对不对？家里多少都会有这样的问题。那如果你有不时之需的时候，好，平常偷报道，因为冯佳老师讲过一句话，新闻的网络新闻的生命是偷文之后才开始，但是大家用 Google 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感想，哎，资料谁来做拍谁？那如果这一个平台可以帮我们处理，那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好几个领域了，那个安宁疗护的部分，啊，那个艺术的部分，啊，子林有在听哈，啊，有，啊，然后呢，那个文化历史的部分，还有非常多的那个部分，游民处理的部分，政策的部分，啊，将来这个平台都可以处理，对不对，冯佳老师？我要澄清一下，因为公民智库只有发想。那还没有到一说要成立一个怎么样啊？这是发想、讨论而已。那当然，你说比较具体的，就像这种的这个所谓安宁这个新闻、这个活动怎么出来？其实做我们就我们做新闻来讲，我们开始要讲什么呢？就要想这个新闻的吸引人的地方在哪？所以人家为什么会想看、想去了解、甚至去报名？所以我们既然我们做新闻的就是这样子，看到这一题就开始动脑，想说，欸，那它有什么可以比较的？例如说，我们知道慈济它一定会有很多。往生时候去办引助念嘛，这种陪伴也是一种陪伴，他不算是陪伴，他主要陪伴家属，因为往生了。那这种的是哪一种陪伴？就是临终之前的陪伴。那这问我去比较之后，一般想说他到底的定位在哪里？我新闻的铺陈要在哪里？那我怎么让很多人现在，尤其是怎么讲，这种问题很多。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的，我们是婴儿潮，婴儿潮世代的人，不是你就是你上一辈的人，就是会遇到这个问题。那他们是需要的。所以我会另外一个想法是说，我们知道一种叫什么，一个照护的，在日本他们有一个照护银行，我想各位知道的，就说照护银行就是说我去做多少时数，那以后别人也可以回馈给我，类似这种的，也许我不知道这个训练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的设计，也许如果有的话，哎，那就可以把这种大家就觉得更感同身受，哎，我想要先服务别人，再来让别人服务我，我就会去想这种各种的可能。那我是记者，我就会问你，哎，你有做什么东西？那你就可能去想说，你有哪些服务，你的设计机制是什么等等。那根据这个问以后，就写成一个新闻。那这些我就会，基本上你问完之后，大家就知道这个梗在哪里。那他就容易被看到。我觉得是这样一个建议。其他的我觉得也是类似这样，我就希望有些大家有在玩 NGO 办活动的，有些。其实很多，因为你不是专门在注意新闻的，你就会觉得说我的活动就是这样子啊，我就要招，就是做一个慈善活动嘛。所以很多你看那标题就做什么慈善活动，明天开幕等等，那个通常不会吸引，那叫程序新闻。什么活动哪时候开始？程序啊，啊那么多程序有什么好特别？为什么一定要去参加这个？现在活动太多了，星期六、星期日，大家找一个，哎，我看太好了，可能不是我要去，但我朋友要去了。我会告诉我朋友，这个应该参加。你怎么想象想出一个这个梗吸引？我这个提供一个参考。好，还有其他？来。
导师最后没有了，那个待会大家还是可以继续讲，但是我是想要讲一下，就是说，就是从环境资讯协会的经验，就是办编采，像谢明海大哥啊，有点，其实他太谦虚了，他在参加编采营之前，他就一直在写作，之前也是出过书，之前早就在办公民基础教室，但是啊，然后像慧玲，他本来也是文笔功力也不错，并不是因为参加编采，就说马上功力大增。那但除了接触到这些人以外，其实有些经验其实也是蛮灰心的。说实在，就是说，办了好几年以后，有的同学怎么还是都没有升职出来，他就觉得不晓得很苦恼，就想说那是不是？那个培训的方法，或是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激励大家去做这些事情？比如说，维斯大哥常常讲了一口很有道理的话，然后我就一直说，维斯大哥你赶快写啊，那这些东西写出来很有价值，但是还没有看到就会觉得，是不是还有什么方式会去苦恼？那但是其实一阵子以后也会想开了，就是说其实。就跟参加摄影或是参加公益行动一样，就是每个人都还是有不同的条件，也许就是说在现在这个阶段虽然一直在吸收，但是还没有那个水到渠成，那个条件还没有好，那也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既然参加了这个课程，其实我是想要提供一句话给大家，就是说其实要成为一个那个散播讯息的人，进而引起行动，真的就是那个持续去做讯息的散播者，这件事情就真的很重要。大家可能有一些各自热爱的行动，比如说喜欢去健身，或者喜欢骑脚踏车，或者干嘛，会常常会进入一种状态，就是希望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像做极限运动这样。那我觉得像做公民记者或是自己去做报道，也是像这样，就是像刚刚钟老师很称赞慧玲的报道，或是大家都一直觉得明海大哥是在这方面写的，你要像郑州老师，他虽然不是公民，没有说参加公民记者培训，可是他一直在做服务的同时，一直在脸书上写他的进度，那为什么可以最后让很多人都认识到这些事情，就是一直做，也许你一开始并不是那么熟悉怎么操作，可能像庄老师讲说，有些讯息、有些议题，如果有什么更好的操作会更好。但是在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自己你是一个有感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越做，我相信是自然就会越做越好，做到一开始会需要一种。把自己操到那种极限的决心，就是你要像做极限运动一样，就是要把自己逼到极限。那逼到那个程度之后，其实之后就会蛮轻松的哦。就像虽然我是做环境议题的报道，有一开始当然就是说，我刚加入协会的时候去写新闻，然后说去花莲参加一个那个反塑化膏的活动，他们其实。活动办得很盛大，但是我就是一直不晓得怎么写，回来以后就不写，跟协会拿出差费到那边，然后回来，然后就默默的不写，然后等到秘书长问我之后才，我不知道怎么写，但是这是一开始很挫的状态，但是后来就是说一直逼自己写，因为我的工作是编辑，也没有说一定要写报道，但是在那个。基于这个，就是说，确实在工作当中，确实看到说，讯息传递出去是对事情、对大家的观念，或是对大家来的参与是有帮助的。所以就是那个算是狠下心一直去操作自己，写到半夜然后譬如说写到凌晨，隔天继续上班的这种都有。那后来可以参加一个记者会。直接就是半小时就写完，或者说，就算不是环境议题的，比如说，
去参。